奇葩拍卖会。没错，今天我们的拍品是超能力，筹码呢是辣椒，谁出的多，所拍超能力就归谁。嗯，听起来挺有意思的，快点开始吧。今天这儿的超能力全都是我的。第一件拍品，千里眼顺风耳。这件拍品可以让你看到千里以外的东西，听到千里以外的声音，是居家旅行必备超能力。哦，我出一袋辣椒。我出两袋。我出三袋辣椒。三袋一次，三袋两次，三袋成交。哈，归我了。第一件拍品已经拍出，第二件拍品分身术。这款超能力啊，可以让你获得许多分身，帮你做很多事情，写作业、看电视、逛街，简直不要太完美。这个我可不认了，我出三袋辣条。我出五个。我出六袋。看来这次大胜势在必得呀。六个一次，慢着。我出八个。你给我等着。恭喜美丽再次获得分身术。没有辣椒就敢来拍卖会，真是不巧。本次拍卖会最后一件拍品，灭霸无限手套。老板，这个必须给我。我出五袋辣条。啊，五袋一次。慢了，我出十万颗辣椒。辣椒粉？对呀，拍卖师说用辣椒，既然辣条可以，那辣椒粉也可以。拍卖师，这些辣椒粉够不够啊？够，这绝对够了。哎呀，美丽啊，别以为你有几袋辣条就很厉害，我这袋辣椒粉比你几十袋辣条。大圣真聪明。点击下方抖聊视频关注一下呗。嗯，今天我一定要带美丽走。不可能，美丽可是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抓回来的。看来没什么好谈的，那就动手吧。不怕不，出招吧。哦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我怎么办？不会打到我吧？无情哈拉少，一给我立干。小鸟伏特加，整这高，你太弱了。不是奥特曼大战刺客五六七吗？说的这都是啥？我怎么听不懂？你们快停手吧，别打了。那你说，你要跟谁走？我谁都不跟。奥特曼接招吧，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圈圈看。哎呀！你怎么被打倒了？我赢了，我走呗。我不，你会吃了我的。我还是来晚了，奥特曼你怎么了？我的能量不够了，被五六七打败了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哈！他竟然满血复活了！看我大招，再赔力要光线。五六七。你终究不是我的对手。哇，没想到我的奥利给林是这么厉害，我得收好了。美丽，走吧。我不要跟你走，你会吃了我的。点击下方抖聊视频关注一下呗。